奖将于8月21号登场，配合防疫，这一次金曲奖也跟知名口罩业者联名，量身定制了专属口罩。口罩设计以黑色为基底，印上了金曲 GMA 的 logo， 而且把口罩的折线撑开来之后，会出现缤纷的音频，非常特别。当然，更欢迎您立刻戴回口罩，防疫的同时也能免去强颜欢笑。31届金曲奖上，主持人魏如萱化身阿瓦部长，大秀幽默感，要大家戴好口罩，做好防疫。今年金曲奖防疫工作更严谨了，除了不开放一般民众入场，与会嘉宾也得通通戴上口罩，才没化妆入席。为了让口罩与金曲奖有连结，金曲奖特地与知名口罩业者联名，量身定制专属口罩。口罩设计以黑色为基底，印上金曲 GMA 的 logo， 戴起来撑开口罩折线后，还会有多彩缤纷的音频跃然出现。这次的细节是说，好像你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可是其实呢，音乐是一直环绕着你，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所以我们这次做一个隐藏设计，就是有一点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在。那当然呢，在这个整个音频，它是用一点一点所做出来的，其实我们就说，这个旋律呢，其实就是金曲奖的旋律。团中每一个小点，就像每位音乐人，透过他们的努力，才能组成高低不同的音频。而口罩的设计上，设计师得仔细计算图案对位，并精准掌握裁切准度。这回与金曲奖联名制作口罩，也象征着不仅为了防疫，隐藏式的印字技术也将口罩设计创意带到另一个新高点。记者戴荣茂彰化报道。